Oye.我跟我朋友走那个体育广场那么回来的时候，转路回来就看到一只狗，两只狗狗在那儿，然后那白色的狗狗好像是被撞死了的，那只黑色的狗狗它就一直不离不弃的守在身边。我们人一靠近嘛，它就要咬我们，然后它反正一直守到那儿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怜那种感觉，看有没有人是遗失了狗狗，或者是有人要领养的，可以到这来看一下。